ndlmpucbyln2dao.html 先天大道简介中英最早 http://www.cloudlibrary.com/category/category6/c63006.htm introduction to DAO先天大道简介 Introduction to DAO 中英最早先天大道简介一和为先天大道二道与我有什么关系三求道是求什么四求道对我有什么好处五具备什么条件才可以求道六求道对我在生活有什么影响七道的宝贵有什么印证一和为天天大道先天大道又简称道我们若仔细的去观察心窍开悟之后就可发觉宇宙间森罗万象皆是杂而有趣而自然界万事万物的运转也都有一定的法则各天地人是万物的天主宰就是道道没在天地生成之前即已存在故曰先天大道道者理也理就是真理在天地人万物未生以前道即已存在而道能生天生地生人生万物万类在天地人万物毁灭之后道不会毁灭道因为无取无来不生不灭乃代表着宇宙间亘古不变的真理道的本体也就是宇宙自然的本体在混沌未看之初宇宙间只是一环灵妙理无天无地无人也没有语言和文字所以我们是无法以任何语言文字或思虑来形容它故大道无名强名曰道我们也是勉强用道的名词来代表它在天地万物生成之后早就能贯穿于宇宙万事万物之中使一切的自然现象均能呈现和谐有条不紊的运转这就是道的妙用道大理为我们虽然无时无刻离不开道的本体和妙用却又很不容易去认识它因此在两三千年前各教圣人应运出世各化一方针对当时天时地利及众生的根器留下千经万典传下诸多去恶从善的修持法门同时也让芸芸众生认识了冥冥中宇宙万事万物均有一个真正的主宰或称为上帝或称为造化或称为天主我们称其为道或无生老只是一名而同意我们对道有了深一层的认识和体悟之后就会了解天地间实无一物不是道之本体与妙用的合一因此道虽然含在各大教门的经义为天门万教的总源头确实不局限于宗教的领域里而上帝或道也不只代表着一切宗教的最高信仰中心
更是天地万事万物万类的根本源头与最高主宰，其宇宙间永恒不变的真理至道。所以我们今天有机会了解什么是先天大道，不只找到了各大小门的最高信仰中心，也找到了宇宙的根本源头与最高主宰，更能为宇宙至高无上的真理有一个初步的认识。道之真理，在先天之先不为先，在后天之后不为后，其大上有可量，其微上有可止，为道极大不可量，即为不可止。故所以大无不包，为无不入，无所不贯，无所不通，无所不彻，贯彻了天地人万物万类，贯彻了三十三天外，贯彻了千经万典，贯彻了千法万法，贯彻了千教万教，贯彻了千佛万祖，贯彻了我之一身，此乃显天大道宝贵的真理，人人必须知真觉，亦即是人人与我，我与人人良心之情也。此乃万众一心，万国一家世界大同，此先天大道之宝贵也。二，道与我有什么关系？道的宝贵在于它大而无所不包，细而无所不入。天地生成之后，道贯穿于天地万物万类，使得日月星辰之运转各有其时，四时之交替，万物之交长各有其序。而最宝贵的是各天地万物的主宰，同时也是自我本人一身之主宰，曰性理，是得我们不学而能看，能听，能吃，能懂。因此我们不只要探求天地间的治理，更要回头认识我们身上固有的真理。故先天大道即是性理真传，道的宝贵并不在于它有什么神秘稀有或特殊之处，而是在于它平时但我们却时时刻刻离不开它的本体与妙用。我们反观一下自身，就会发觉我们身体的节奏是非常精密和奥妙的。我们轻轻地握一下手，就算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其中所牵涉到的所有关节物理作用、能量化学反应、神经系统资料讯息之传输及脑部分析判断和命令之下达，以目前全世界的科技知识和文明水准也无法一一表达出来，但是我们做出的动作的能力却完全不因个人知道上了程度的差异而有任何影响。不论是学识多丰富的学者，或是目不是因贩夫走足，不论是成人或是刚出生不久的婴儿，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出的动作。人人与生俱来，不学而知，不学而能，无增无减的良知良能，就是主宰我们一生的道。我们由学习而得到的知识和才能，有忘记的时候，有疏远的时候，
而道的本体和妙用，不用学习，不用思考，大而能主宰宇宙的运作消长，小而能主宰我们一身之视听言动。我们有而不知其有，用而不知其用，却又无时无刻不能缺少它。此古僧不减但自具足一切我们身上固有的道，因为就在我们身上，又称作自信老。我们了解了个主宰天地万物的道，在我们身上就有，它的作用不应受到我们赞美或否认而有任何增减。不论种族、肤色、国籍、宗教、信仰或贫贱富贵，均无分无别。因此，我们能求得天天大道，不只找到了宇宙的根本源头，也找到了不生不灭的真果。不只认识了宇宙，也认识了我一生的真正主宰。不只追求到了宇宙之至理，也找回了我身上本有的真理与良知良能。先天大道的根源是在我身上，原来固有的是我由先天带来的良知良能，即是我的良心。我的良心即是天心，天心即是道心，此心无情无相，即是真空。真空之妙，空而不空，空中妙有，妙有者生天生地生人生万物万类之大本也，妙有者万灵真在也，主宰天地人万物万类之真主宰，亦即是主宰我之一身。故曰道在无身，一切万能，道离无身，此身在无亦能。先天大道如此宝贵，乃人人必须追求之道也。三求道是求什么？静心观察我们所存在的宇宙，我们往往会赞造物主的神奇。自然界每一刻皆有无数的事物在同时运转，而其整体却又是那么协调。我们身上的这真理物也是一样，每一分一秒，我们身上皆有无数的生化反应、物理作用的同时发生。道的妙用分布在我们身上，不用学习，不用思考，其作用虽成千上万，合起来却只有一个自我。一切有条不紊，自然而成。道在无身，运用自如，在眼能视，在耳能听，在口能言，在鼻能闻香臭，在身能运用行动做事，此即道在我身之妙用。所以我们了解了道不止主宰着天地万物，更主宰我们一身。宇宙根本源头最高主宰与我一身主宰，并非二也。道的本体无形无相，我们肉眼看不到它，手也摸不到它，但它却无时无刻不再发挥其妙用，更进而随着天时及环境而发展出语言、文字、经典及造福人类的文明。此即是我们良知良能之作用。
一般人不了解道在于我们自身的本体和妙用，只模糊意识到它的存在，便以灵魂代表它，我们称其为自性老，因其没有生灭，也不会毁坏，我们也称其为真我。此真我乃是最富足、最圆满、最光明、最完美、永恒不朽的